都很忙碌哈、哦，有些人为了学业产生压力，有些为了经济，有些为了金钱，有些也是为了生活家庭。那我们啊，中县政府呢，啊，认为说啊，希望我们的县民啊都能够解放自己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办这个慢生活发呆日哈，让、啊、大家来这里啊，能够放松心情。那我们。